好，第二隻精灵已经出咗嚟啦，终于有其他新嘅精灵出嚟啦，真係非常之感动啊！咁而呢一隻咧就係一隻嘅卡拉卡拉啊，21咧卡拉卡拉非常好啊，一嚟飞快刀，好，哇，好痛啊！呢只卡拉卡拉打到催眠粉中啊，定要我中到，跟住即刻用飞快刀 ，OK OK， 非常好啊！再嚟个飞快刀，好搞掂呀咧啦！种子炸弹你有？总之炸弹好似系密攻嚟嘅，密攻我哋唔要。吓、啊，据我记得就系密攻嚟嘅。我哋攞到呢个骨头同埋密囊，两个都系属于比较麻麻地啦。但系骨头咧，骨头嚟讲咧都有用嘅，因为可以用嚟整骨粉啦。骨粉对于呢个 Minecraft 嘅生存咧，都系一个好有用嘅资源嚟嘅。之前咧唔知道咧个区域生成嗰个条件系啲咩咧，乱咁整啊，所以咧就有啲问题啊。咁但系依家大概知道咗咧，咁呢一度咧就唔会再放任何嘅呢一度呢啲石就留低喺度啦，因为啲石咧就如果掘翻上去就变鹅卵石噶啦，就费事麻烦啦。咁啊，净系回收咗啲沙就算啦。然后就嗱系啦，又系嗰啲雀喺嗰边，鲤鱼王啊，可惜啊，鲤鱼王都系冇办法逆流而上冲上呢一个嘅瀑布顶啊，这个都呢、这个叫唔叫瀑布？好啦，挑战佢啦，瞓完个觉，准备可以打赢佢啦。即刻嚟个催眠粉先。哎呀，唔中添。好，一阵间打完我哋就去到装饰一下沙漠嗰边嘅区域，因为沙漠嘅区域咧都几重要下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系暂时嚟讲最新嘅一个嘅区域啦，最新嘅区域有其他好多未知嘅精灵啊，暂时仲好。OK， 唔会输啊嘛，应该唔会输啦。我20咧，佢得18咧。虽然佢有飞行技，搞掂。鸡蛋同羽毛都系啲冇咩特别嘅嘢啊。好，喺一开头嗰个嘅箱度咧，我哋有呢一个仙人掌，咁我哋咧就会带呢个仙人掌过去。另外咧都会整个铁桶过去，去滗放水啦，系啦，放水。呢、這个掹走佢，美娜喺嗰度。OK， 顺便掘埋呢个木啦，跟住整做少量嘅木棒先，因为我想整呢一个嘅叫做系啦围栏啊，因为依家呢个围栏咧，我觉得好紧要啊，喺嗰个沙漠区，因为好容易咧就跌死我啦。OK， 咁远睇咧应该就冇精灵啊，系远睇冇乜冇精灵生成，但系唔紧要啊，有机会我哋行过嘅时候，佢就会生出嚟噶啦。诶、哎，念力土偶系嘛？呢只叫做系嘛？定系细？好似唔系个系啊？天平就唔系个就唔系嗰啲念力土。念力土偶系进化版，呢只有机会一下死嘅，可以扎啲噶。但系唔紧要啊！呢只会唔会有啲好嘅资源跌咧？睇下跌啲咩先。念哦，呢、這、一个嘅陶土啊，咁难读嘅呢、這个名字有咩用啊？呢嚿嘢？我可以整，我呢啲系建筑材料嚟嘅，电风扇啊 ，pixel 网嘅 ，OK， 电风扇就系电轨嘅嘢啦，我谂系啲电器类嘅嘢。好，咁呢度将啲沙补埋上去。OK， 咁一阵间咧，再滗多桶水变成无限水源啊，呢度可以。同埋啲骨粉系咪可以用喺呢度咧？试下先。骨粉可唔可以用喺呢啲度？得喎，但系唔识长大喎，净可以用一个。咁我哋试下用一个，睇下佢会长到几高先。哦，系啦，个铁就可以整呢一个嘅鞋嘅，但系要用到皮靴。哇，四个铁啊！四个铁嘅话有啲难啊，暂时嚟讲。不过等迟啲先啦，等迟啲有机会再整啦。因为佢加 50% 速度都叫做几高嘅。好，咁大致上大家见到咧，一个咧就系一个沙嘅区域啦。咁基本上咧有呢一个围栏嘅保护咧，就唔会咁轻易跌到落去嘅吓，除非特登就跳落去嘅啫。不过就应该唔会啦，系啦，唔会咁傻仔去跳嘅。OK， 咁啊，沙漠嘅颜色就用橙橙地啦。OK，
咁呢一度咧就系沙漠嘅区域啦。好，呢度。咁呢一度咧，你会见到咧，佢喺正下方咧，佢有写呢一个树林嘅，即系一个森林嘅一个嘅区域嘅。咁我哋咧就可以将佢 set 做一个标记做森林，等迟啲咧就可以抌啲资源落去咧，去整一个森林嘅地方。嗱呢度，因为佢指呢一格嘅时候咧，佢就会变咗呢一个嘅 forest， 就系呢个森林啦，系啦。咁譬如仲有其他地方嘅，系咪花华 F L O W E R？咁我哋唔知咩嚟嘅，咁我哋照用咗佢嗰个嘅英文先啦，等迟啲有机会再改。我哋依家暂时揾咗呢两个区域，咁下次咧我哋有机会咧就会整森林嗰边嘅一个地形嘅生态啦，等佢生一啲森林，即系同森林有关嘅精灵出嚟啦。咁依家暂时净系得沙漠嘅吓，沙漠会唔会啲沙系沙？唔系啲沙，哎有啦，即刻出嚟啦，话五咧。其实如果你有精灵球，我想捉嘅，其实呢只，因为呢只沙漠蜻蜓。沙漠蜻蜓應該是懂飛的吧，我現在很需要有精靈球去捉這個懂飛的精靈，因為懂飛實在差太遠了。 OK， 如果是小火龍起手的話，有噴火龍就基本上就只要進化就可以做到，但我沒有飛行，是我奇異草頂盡奇異花只是可以在地下跑，在地下跑就沒辦法飛到咯。好，打完左手邊我們的大奶罐那隻，同埋呢度咧都真系几危险吓，好惊每次跑嘅时候。OK， 好，同埋呢一只呢啲位置都系要扩大啦，因为一阵间咧佢主动挑战我嘅时候咧，咁就有啲危险啦。譬如呢度一推五呢个大奶罐咁啊，飞叶快刀啦，即刻秒杀。有牛肉同皮革 ，OK OK。突然发现有只34的大美蜡啊，值得一战啊！呢、這、一个对手，我哋先用催眠粉先，因为佢速度应该好快嘅，系用我识破嚟，哇，冇推走，喂，哇，好危险啊！真系，我一定要放大啲地方，一推咗落街啊！好，大美蜡瞓紧觉啊，瞓紧觉都避多几身，总之好嘢喎、啊，中咗啦，中到啦，再用飞快刀，哇，电光石火劲痛。哇！打咗30滴血啦，系嘛？37都打咗，如果中多下就死啦，有机会。哦，好啦，唔够打，太劲啦！大比纳太劲啦，因为个 level 争太远啦，所以咧我哋战败咗，好遗憾地。又系小拳射啦，过到嚟25咧有机会赢到嘅。同埋小拳石应该系岩石系嘅，会即系会跌啲岩石嘅材料出嚟啊！飞叶快刀应该差唔多死嘅啦。系啦，因为结实所以顶到一下，岩石打磨打多下就死啦。拜拜。好，睇下有啲咩螺线。哦，普通打火石啫，麻麻地啊，吓麻麻地啊。咁我发现咧，唔知系咪因为咧呢、這个地图有啲问题咧，佢哋唔会生，点解佢哋啲仙人掌唔会生嘅？同埋屋企咧有啲种子咧长期。即系长期佢都唔识生长，系咪有啲咩问题咧？系啦，唔知咩原因啊 ？OK， 好，咁依家咧我就想扩建少少呢一个嘅沙漠，放多啲唔同嘅一啲地形，希望可以生多啲怪啊！